最珍贵的一天。回想起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，第一次遇见你，直接感受到仙女下凡，震撼的画面，真的直接冲击我的内心啊！直觉就是真的很想跟你结婚。直到今天，一切都成真了。走到今天来，站在这里，感觉像做梦一般。我们真的成功了。婷婷照顾喽，啊，希望你们越来越好，啊，幸福久久。妈妈对你们没什么要求，啊，只愿做到这些就好了。Okay. 啊，谢谢妈咪。耀廷，我想对你说，从我们交往一直到今天，这一路走来，我的内心很安定。谢谢你认定了我，没有人能像你一样了解我，我只想说。你就是属于我的幸福。结婚是新的旅程，一个属于我们的故事即将展开。即使生活充满着现实责任，但我会尽力的让你保持着浪漫与梦幻的初心。你就是像我的好朋友、好闺蜜以外，还像我在台中的家人一样。也会在讨论说谁会先穿上婚纱、嫁纱，先走进红毯，然后先提早先进到下一步人生的一个阶段。我看到你就是跟着耀廷一起走进红毯，牵紧你的手啊，然后走向人生的一个另外一个阶段，然后也很开心，恭喜你找到人生的一生的伴侣。然后在这边祝福你们新婚快乐，早上贵子。谢谢你，一直都让我能够做我自己，然后总是也陪伴着我内心的那个小女孩成长。我会永远紧握着你的手，让我们的爱情将我们相伴到老，让你成为最幸福的人。在未来，我会和你一起热爱生活。还有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，这绝对是我这辈子最成功的生意。圆圆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